我那边真的超抖了，快抖到不行了。那边只要我一死，直接结束了。还有我一滴血，吃血跑掉。我以为是他要被蹲了，就是他一个蹲五个。我这个轮。耶！奶绿太秀了，太秀了，确实确实。平常就是那个选手的设备可能有点，然后耳机稍微调整一下，马上就回来了。现在你在现场播机都没了。哇，你现在要跪到我身上了吗？肯定是秒砍的，我们这边没砍过机。哎，我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主播机有问题，我也没有遇过。真的，你一来就直接出问题，好夸张。这是巧合吗？我不觉得。这是一首鼓励人的歌曲啊！小心点，我是雅雅，他杀不到我。其实我连月哥都一起杀。我是雅雅，月哥你把他放下，我杀他。他放不下我，傻逼！只有我自己放下了自己。三方三来的火多，欢光的世界，走吧。我也是很闲，你开始吧。但是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么闲，我跟你切。雅雅主题曲。阿峰看你眼神死了。他也喜欢听，是哪一队的啊？玩一下，来啊听。老包啊，老包，好老包，老包。你在讲什么老包？反正我那听不懂的。你在讲什么老包？你哪里来的？啊？你在讲老人语的？老包，你说什么老包？哎呀，哎不是。啊，他录着，我下麦 check。你都不讲哦。这个要哦，老婆很嚣张啊，主打是主打，他动作别的啦，没人打他的啦，他主打是的，每一队的辅助都打不老婆的啦，帅帅帅，考虑一下当目标。真的，你不要跟别人比，就跟以前自己比。没办法，反正说真的蛮帅的啦。你要诚心诚意，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有胖很多吗？我昨天有看他们麦去，他说南港吼我，我觉得很胖，你要不要去打？现在西屯大蟒蛇要出动，看谁比较大。你的麦克就那么不爽？对，那个没有 K 歌的声音嘞，真的啊，没有 K 歌的声音。那哈哈哈哈哈！太无聊。哦，装的是西屯哦。给你调小一点，你要不要大吼？好小声哦。你用你打咳嗽的时候的声音。呀呀，解控嘞！那他们都这样，他都这样，好笑吗？那好笑吗？你不要打我大家哦！不是，他们乱讲的。不是，他们乱讲这个性啊！我已经要，这已经在练习了，就准备在后面裁判了。现在不行，就去当裁判。然后假如前面选手再打不好，我再下来帮他打。这个裁判身兼多职，然后刚好那个人家的公司又可以再签我过去打职业。你看，哇，一举两得，先赚一下薪水。然后看一下哪一天，对，哪一天要选手，对，需要我的话，我随时到位。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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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